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3年3月11日，国际迈阿密给美斯开肥约。阿根廷球星利安努美斯与圣日门的合同将在今夏到期，他的去向目前依旧未定。名记斯基拉今日在社媒谈到了利安努美斯的未来，他表示利安努美斯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决定自己的下一站。据悉他已经收到了来自美职联球队国际迈阿密开出的丰厚合同，不过圣日门方面也在全力挽留利安努美斯，据悉他们已经开出了一年续约合同，合同内还附带一年续约选项。尽管已经35岁，但利安努美斯依旧保持住出色的状态。本赛季他为圣日门出战了30场比赛，攻入18球和助攻16次。感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